跃而至。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，但是我们的家人的陪伴是我们追寻梦想最大的力量。没错，大家都说向幸福出发的现场感觉就像家一般的温暖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又要有四组嘉宾请到咱们家来聊聊天。没错，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。爱要大声唱出来，向幸福出发。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婚庆黄金九九九九江家鸳鸯金楼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向幸福出发》。接下来上场的这位嘉宾呢，名字叫做王锦玉，他给自己呢好几个特别有意思的绰号，厕所歌后、厨房歌后，因为他的歌声都是在这些地方练出来的。这个绰号很有味道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把他掌声有请。天地悠悠，过客匆匆，潮起又潮落，恩恩怨怨，生死白头，几人能看透？红尘呀滚滚，痴痴呀情深，聚散终有时，留一半清闲，留一半醉，至少梦里有你追随。我那青春独明天，你用真情换此生。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潇洒走一回。恩恩怨怨，生死白头，几人能看透？红尘呀滚滚，痴痴呀情深，聚散终有时，留一半清闲，留一半醉，至少梦里有你追随。我那青春独明天，你有真情换是人间多少的忧伤，何不潇洒走一回。我刚才听过他第一首歌，我就有一个感觉啊，月亮介绍他是厨房歌后啊，锦玉家里的厨房一定不小。大家看，就他在舞台上那种张力，对，要是咱们自己那几平米的厨房不可能练出这个姿态。但是你如果都这么唱，邻居们都还好吧？也没敢问过呀。我就有点掩耳盗铃的那个意味了啊，就是我戴上耳机了，我也不管你们能不能听见啊，就是自我陶醉。咱咋就不能在客厅里练练呢？阳台上练练呢？我怕影响我爱人休息啊，因为我爱人的工作性质，他在铁路，大家都知道这个铁路这个客运行业呢非常的辛苦，一年有大半年的时间都不在家里，所以说他回来最多的时候呢他就是睡觉。而我女儿呢可能就吃完饭写完作业之后呢可能就想看一看动画片。我为了不影响他们两个。您本身的职业是？因为我妈妈呢也是在邮政局工作，所以说我18岁那一年呢就顺利到了邮局实习，满一年之后19岁正式参加了工作。那你是不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？我真的是从小就非常喜欢，很多就是听过我歌的人说，哎，你模仿还挺像的，模仿能力挺强的，挺像那个田震的。你模仿田震的给我们唱一下。去沏着杯酒干杯，爱
样啊，你为什么有搞专业呢？当我第一个听到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同学或者是同事说，哎，你唱的歌真的很好，你应该去咱们就是当地的电视台，那时候有很多录制那种就是歌唱类的比赛，你应该去试一试。然后我就去了，去了之后呢，就是结果还挺好的，就被一个文工团的一个团长相中了。那个团长就跟我说，孩子，你想不想有机会成为文工团的一员？我当时听了特别高兴。正式的调入。对，正式的调入。他说你回家跟你妈商量商量吧。但是没想到就是回到家里之后吧，因为我本身是单亲家庭，我妈妈一个人带大我非常的不容易，所以我妈妈当时就是极力反对，她觉得一个女孩子就应该最后有一个好的归宿。文工团非常好，她也知道，但是邮政局是不是更相对来说稳定一些？稳定。所以没有办法，我最后只能放弃了。2009年的时候，就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我的爱人，我都叫他老刘，从来都不叫老公，叫不出口啊。我这个人就东北女汉子的性格。等等等等，你跳跃的好快啊，无缝连接啊。无缝连接。他妈妈不准他，让他去邮局稳定。嗯。你就认识了老刘。然后我说，这二者有必然联系吗？你就别跟着文工团跑了。嗯。你就踏踏实实的按部就班的哈，女孩子你就踏实找份工作，踏踏实实嫁个人。当时我见老刘第一面的时候，完全就符合我妈的那标准，忠厚老实顾家，而且看着样是在家说的不算。老刘支持你唱歌吗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，他不支持，他觉得好像可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是不可思议吧。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，偶尔还会在我脑子当中浮现，就是他曾经跟我说过，说你如果要是出去的话，咱们的日子就没法过了。就这一句话我觉得挺触动我的。佳敏你知道吗，刚刚的那个舞台，我真的无数次的在梦里梦到过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有一天能够成真，真的感谢你们所有给我机会的人，谢谢你们。请坐啊。今天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我今天最大的心愿是得到老刘的支持。好，我们就把老刘请上场。我们替你伸张正义。对，来人呐，把我们的成了老刘和小刘今天都来了，对吧？老刘，这种气氛下登台，你压力不小啊！欢迎欢迎。你就是小刘啊！小刘，刚才观众在唱歌的时候，他跳的最欢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刘凡佩林，小名叫刘旺仔，我今年6岁了，我要给大家唱一首歌，名字叫《虫儿飞》。真好，都不带喘气儿的。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地上的玫瑰枯萎，冷风吹，冷风吹，只要现在形势很严峻啊，你必须要让妻子从厨房和卫生间到客厅来唱。很客观的说，小姑娘现在对吧，妈妈要多教教她。不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她每次听你唱都是从卫生间传来的，她也听不太清楚啊。你平时在家里会听到妈妈唱歌吗？不会，但是妈妈是用手机唱歌的。哦，妈妈一般在哪里唱呢？在厕所和厨房，她唱得很好听。妈妈今天流眼泪了，是因为她特别特别想唱歌。你愿意支持你的妈妈唱歌吗？愿意。啊，真好。可是老刘不愿意怎么办呀？大玉特别喜欢唱歌，其实刚才说到他自己梦想的时候，你看他很激动，他掉眼泪了。是的。嗯，你作为男人当时跟他说的那个话，现在再看是不是有点重了呀？现在一直在后悔。平常嘛，我们上班特别忙，我
如果是春运和暑运的时候，还有长假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加班。如果是好多天都不在家，有的时候，就如果他在忙的话，孩子就没人照顾了。可能我是有点私心的，但是为了孩子，有的时候真是愧对我媳妇。既然一家人都来到我们向幸福出发了，可以把这个你们现在如果说有一些沟通上的小问题，把它说得更清楚一些。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化掉，对，有一个共识。为什么我说这句话我一直都记在心里呢？就是真的，我那个时候吧，我真的觉得挺无助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梦想，我不是生下来就是想当黄脸婆。我那个时候就这么想呢，我就想，好，你既然都已经说到了，说那个这样的日子就没法过了，但是我想跟你一直过下去，过到老。你是块石头，我想我一定会把你捂热的。我就用我这八年的青春，这八年的对家庭的付出，我就想换来你的理解，因为我可能再没有机会有舞台了，因为我已经三十几岁了，我最好的青春年华也已经失去了，没有那么多机会摆在我眼前让我去追寻。但是我就想今天，我就想对你说，我可能会一直在厕所唱到老的，我就希望你能支持我，就这样就够了，真的。妈妈说了这段话，宝贝你怎么哭得那么伤心啊？你明白妈妈在说什么吗？明白。老刘你闯大祸了。宝贝，是不是你知道妈妈特别想唱歌？你觉得爸爸应不应该支持妈妈唱歌？应该。可是妈妈要是唱歌了，就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你了，你会不会不开心啊？不会。不会的，对吗？你会越来越乖的，对不对？那咱们让老刘说两句行不行？媳妇儿这些年真是对不住你，尤其自己说的那句话以后，这么多年我反思，也是真是对不住你。其实我多多少少是理解和支持你的，因为我也为人父，我相信你当初的角度绝对不是你个人的自私的角度，而是站在一个家庭，可能特别是站在女儿的角度。你先告诉大家，你刚才坐在台下听自己太太唱歌，你的真实的感觉。没想到她能唱这么好。八年了，你现在才发现呢？在舞台上没发现她唱得好，这是真心话。其实今天大玉来不就是希望老刘你表个态吗？就今后未来你愿不愿意成就他的梦想吗？哇哦，这就是男人行动派啊。媳妇儿，这么多年你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我此时此刻真正的感受到了你对梦想的执着，我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你，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，我就是你坚强的后盾。老婆加油。好，这才是向幸福出发，流的是幸福的眼泪，是时候该从厨房走上舞台了。哎呦，看了好感动。哎呦，我觉得他们家宝宝特别像要把妈妈嫁出去那个感觉，好像舍不得女儿出嫁一样。最后爱老婆，没错，得给老刘小刘唱个歌啊。真的，我觉得老刘挺不容易的，因为他是这个哈大高铁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列车长。突然有一天我就是偶尔发现啊，这两边有点白色的那个白头发了，就鬓角这一块。哎呀，我在想，真的，就是再好的青春可能都会逝去的。三十几岁了，也真的觉得，哎呀，我就想唱一首《发如雪》送给真的是我的至亲，谢谢大家。望呀月，一人憔悴，我举杯，饮尽了。是谁把花前世归，惹尘埃是非怨自觉，
几番轮回你锁眉，哭红颜挂不回，纵然情事已经成灰，我爱不灭，繁华如山千东流水，我这曲一条爱了解，痴恋你化身的天，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，我分享感动了谁，有明月让回忆皎洁，爱在月光下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盼老了谁，红尘最微醺的炊烟，我有无悔，可又是爱你的谁，要明月让回皎洁，爱在月光下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苍老了谁，红尘最温馨的岁月，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，我分享感动了谁，要明月让回皎洁，爱在月光下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盼老了谁，红尘最微醺的岁月，我有无悔，可又是爱你的悲，爱要大声唱出来，向幸福出发。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婚庆黄金九九九九专家鸳鸯金楼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向幸福出发》。有一个单身母亲，很不幸，她的孩子出生四个月的时候就被查出患有先天性的智力障碍，孩子四岁的时候又被告知患有自闭症。这位单亲的妈妈得知音乐可以让孩子逐渐地康复起来，于是他就选择用钢琴开始陪伴他孩子一起成长。今天这位单身母亲和他的儿子来到了现场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母子俩为我们带来的表演，掌声欢迎。
们带来一个真是非常浪漫的奇迹啊。对，小薇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？我叫严明威。嗯，几岁了？我17岁了。今天带谁来的？我带我老妈来的。带妈妈来的是吧？妈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家吧，好不好？从小薇生来的时候到4个月，然后就发现她就是头部非常的大，然后一直在高烧。医生检查之后就发现她头部有积水，很大。然后那个时候反正是挺崩溃的，医生诊断为智力低下。等到再大一点呢，她不会说话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就呆呆地坐在那儿，有的时候一坐就是一天，她也不吱声。等到她4岁的时候再诊断就是自闭症。当时4岁之后和她爸爸就分开了是吗？对，就我一个人开始带着她。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知道了也许音乐可以让你的孩子有所改变？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偶然的一次机会，一个钢琴老师嘛，就是说钢琴可以开发智力，就这样的。钢琴老师当时收她了没有？没有收。第一节课就是给她，就跟我说的这个学生好像听不懂我说的话，他人家讲钢琴，他一会儿瞅天一会儿瞅地的，老师觉得这样的孩子他教不了，对，他觉得不能跟人去交流，因为他没有语言，就是他不会说话。那到今天他能弹成这样，这个中间这个阶段他是如何学习钢琴的？其实第一节课我也听了，但是感觉好像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就是我也拿本书，买本书或者是买点碟子，然后就自己在家学。我这一边学一边卖，就这样的。小薇去学钢琴之前，您接触过音乐，接触过钢琴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从来没有。从来没有。所以13年后，我们看到小薇刚才那样的水平，是您教出来的。啊，对对，奇迹啊！我觉得简直就是。哇。而且。我觉得你太了不起了。我原来工作蛮不错的，就是在机关工作，就是自从我一个人带他以后，我就跟领导申请上下面，上下面可以是上一天一宿，休息2天2宿，这2天我可以带着他上加油站工作。对，在加油站。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去加油站，就是因为忙一天休2天，你可以陪他。啊，对 对, 对，你就换了工作。那现在的小薇的钢琴水平，如果我们有没有一个，对他到达一个什么水准？都已经考完10级了，钢琴10级都过了。小薇，你还记得你一开始学钢琴的时候的状态吗？我知道。你都知道，还记得是吗？妈妈一直教你，对吧？你觉得学钢琴难不难？不难。不难啊，太聪明了吧。一开始起步阶段我觉得会非常艰难的，他也听不懂，然后就跟那个老师是一样状态，他就是看天看地的。我有段时间都想去学手语，就想学手语，知道我指的这个东西他能给我拿过来，就是他能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。因为他一直都不说话，就是突然有一天，就是他看我们俩去玩嘛，然后他看一个黑黑的东西在那个楼上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妈妈，那是什么？”哎呀，当时我就眼泪都快掉了。我说：“你说啥？”就这样的。他说：“妈妈，那是什么？”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白付出，就是这样的。终于换来了他一句话，那时候真的特别的高兴。你看小薇，小薇在看妈妈。小薇想说什么？是让他说。你想挣很多钱养活我老妈。他一直在这么说。不让我老妈那么辛苦工作。哦。让我老妈过好日子，给小薇点赞。小薇，还有什么都说出来。挣很多钱的时候，我想帮助很多有病的孩子。哎呦，真好。妈妈刚才说你都过10级了，给我们弹一个最能代表你水平的钢琴曲，现场弹一个好不好？好。想弹什么？野蜂飞舞。野蜂飞舞，好。
棒了，太棒了。小薇在弹钢琴的时候，我问妈妈，我说小薇还会什么？妈妈说她会跳街舞，会画画，还会弹吉他。这太厉害了，这当代唐伯虎啊，琴棋书画都会啊。你画的什么？我画的是那个我妈在唱歌，把我从黑暗中救了出来。月亮，这幅画有一个小亮点啊，你看那个小鸟头顶上顶了一个什么？头顶上顶了一个小光环。对，像天使的那个小光环。对，他画完之后我说，你飞出来之后你就是个天使。我说那个你来到妈妈身边，你也是个天使。其实好多人都在说，好像说我啊，你的命怎么那么不好，哎，怎么怎么样，就这样的。我说其实我命蛮好的，因为我能跟他在一起成长，能在一起长大，而且他这么努力的也靠他自己的能力能够走到今天，我觉得我真的很欣慰的。我觉得我儿就是个天使来到我身边，就是，没有别的。他现在的状况和普通的同样跟他一样症状的孩子反差大吗？有没有专业的人士跟您聊过这方面的？因为我那个时候带着他也走过好多医院什么的，就是每个医生基本上都是判的，就是说你赶紧生第二胎吧，就这样的。还能够如果有健康的孩子能够照顾他，都这么给我建议。等我们这几年再去的时候，那医生说啊，这是那小孩吗？我说是。哎呀妈呀，我看他上电视了，就这样的说的。我根本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孩子会能有走到今天，就是在他，就是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一些儿童，他说好像真的没有发现哪个孩子到达你家今天孩子这个样，好像是个奇迹。他就这么说。刚才他上去弹钢琴的时候，妈妈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了一句，说儿子长得都挺像周杰伦。大家说像不像？我也觉得有点像哦。酷的。然后还会跳街舞。我们欢迎小薇给我们来段街舞啊。谁教的？其实刚才一上台的时候，他就想挣很多的钱，是有他这两天的原因。今年过年的时候特别喜欢街舞，然后呢我就带着他去想报个班去学学，因为这个我也不会啊。然后到那街舞班一问，价钱蛮高的，然后我想算了吧，阿拉就回来了。回来之后我说你上网去搜，他就搜，然后就给网上跟网上学的，没人教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上帝关上一扇门，一定打开一扇窗。他就是这样与众不同的一个孩子。小薇，你自己的理想是什么？你长大了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除了给妈妈挣钱。我当然像老二哥哥。大声再说一遍。我当然像老二哥哥那样的。大声再说一遍。我长得像老二哥哥那样的弹琴。好，刚才说了还会弹吉他。爱要大声唱出来，我觉得你可以弹着吉他再跟妈妈一起给我们唱首歌，好不好？好。小薇和她的妈妈最后要跟我们一起表演一个节目。其实刚才他们在上场的过程当中，妈妈告诉我说小薇现在已经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了。我说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她说还不知道。总之儿子将来肯定是要找工作的。其实我们在这儿可以呼吁大家，我们有什么好的想法也可以给这位妈妈写信。我们希望小薇能够拥有一份属于她的特别好的一份职业，我们把这份祝福送给他们。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舞台能够邀请小薇，邀请母子俩去演出，开始他们的新的生活。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，愿与你分担所有。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的抬头。虽然常躲在避风的港口，宁愿波涛汹
自由，虽然你是我心中更大的守候，在迷惘之中已看透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无意上有晴空，在你手中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请相信有彩虹。风风雨雨都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风风雨雨都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爱要大声唱出来，向幸福出发。接下来我们上场的这个小小的委托人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她的名字叫做子倩，大大的眼睛很可爱，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姑娘，跟白血病已经斗争了7年的时间了。今天他带着全家人来到了我们的现场，我们掌声有请他们。子倩你好，刚才我说了，大大的眼睛，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，好多人都说她长得特别像小婉君。介绍一下吧，大家好，我叫洪子倩，今年15岁，这是我的爸爸洪军，现在的工作是名油漆工，这是我的孪生妹妹，她是洪雨欣，她是洪雨菲，好可爱呀，你们是一对双胞胎，对不对？你们俩几岁啦？7岁。7岁啦，你们平时是不是都听姐姐的呀？是不是听姐姐？我们在听姐姐话啦。像有回音一样啊。对，洪子倩在家里就是大姐大一样的。大姐大大姐大。我比如说家里开饭啦，如果他没有说吃饭，他们正常吃不动手的。特别听姐姐的话。姐姐是个什么样的姐姐呀？谁跟我说说看。是好姐姐。是好姐姐呀，真好。我看出来了，子倩在家里面你好像是一把手是吧？连你爸都这么说。是的，这些年虽然他身体一直不好，但是他一直照顾孩子，帮我家里做好多的事情，平时教孩子写字啊，教他画画呀，都是陪孩子玩，子倩来完成的。大家可能很多观众会奇怪哈，怎么今天是爸爸带了3个孩子上场了，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，我们从哪开始讲起，从子倩小的时候生病开始讲起好不好？洪子倩他是个白血病儿童，说起来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，他整整7年了这个白血病，在这孩子身上发生的故事太多太多了。那是在2009年暑假的时候，他暑假嘛到南京那个小姨家去玩，然后他就感冒了，当时我也没在意，他在小姨家，我在家里还继续打工，我上班嘛，对吧？他感冒了，我们就到感冒治，白天去挂水，夜里发热，连续3天，这个体温呢不见减退，还是会往上涨，涨到42度。连夜去到儿童医院去查了个血象，当时查了一次啊，然后医生告诉我，你的孩子，反正情况不太好，你明天做个骨穿吧。当我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，它上面写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，当时是 L1 型的。当时我在那个省人民医院里，在楼上面19楼，在那上面，感觉到拿到这个报告疾病诊断书的时候啊，感觉到整栋楼都要歪了样的倾斜了。当时一个主任告诉我，他说孩子目前既然发病了，这个癌细胞就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来势汹汹的，如果不化疗的话，很容易从 L1 变成 L2 或者 M3， 比较严重一点的。他叫我们一边化疗，那个医生非常好，他告诉我啊，他说你既然化疗，我建议你还是再养个二胎。我说来得及吗？他流个脐血，因为 P 型比较麻烦。因为流脐血。对，两个孩子就是2010年出世的，10年。当时我们家为了孩子反复的化疗嘛，也花费了不少钱。
和变卖的家产，对吧？他的妈妈呢，为了给孩子省一点费用，甚至啊，医生倒是建议他，他不是双胞胎吗？这个腿浮肿的都看，就站起来都看不到脚。但是医生建议我们是肯定是剖腹产的。后来考虑到经济问题，他妈妈说还是顺产吧。他很顺利就下来了。可是费用呢，他这个人呢，他脑袋比较大，他说几个医生同时就把孩子啊，简直从母亲的体内拉出来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他妈妈也吃了很多的苦。所以你们两个是带着任务出生的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他们要能说出来，我觉得他们就不是地球人。因为你知道，就是孩子跟爸爸妈妈的心一直是连着的，他们可能不知道爸爸刚才在描述什么，但是他知道一定爸爸是在吃苦，所以我看他们两个人的表情，对，那个小眉头一直是在那皱着的，一直在那皱着的，是不是？知道爸爸好像在说很不容易的事儿，对吧？但是好像听不太懂说什么，是不是？那后来两位小宝宝出生以后，他们留下的那个奇血棒用着了没有？对，这个奇血呢，我现在一直保存在台州那个脐带血，台州是啊一个血库里面。由于化疗啊，第一个化疗阶段呢就蛮好的，缓解的非常不错。然后就是反反复复的化疗呢，到了一年多了，对吧？查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一共花了3年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小之前的病情也逐渐的稳定下来，也查了完全缓解了，所以这个气血暂时也就没用。我明白了，但事实上现在是双保险，对吧？对。首先现在治疗效果很好。对。第二呢，咱们的气血还在那个地方。还保存着，有备无患嘛。对，两个妹妹还有任务在那等着呢。是的。抱歉啊，为什么妈妈今天没有跟你们一起来呢？因为家庭的压力太大太大了，真的，她妈妈也确实做得够蛮好的，只是呢。孩子不是复发了吗？都有这个情况。复发了，压力就是子倩是在2010年各项指标正常了之后，什么时候又复发了？那是2013年的事情。2013年又复发了。为什么他化疗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因为没有什么文化，我感觉他结束了就结束了，对吧？也不需要什么就好了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。何况家里还有两个小孩，他妈妈当时帮人家就是开个服装店，帮人家站店，一个月也就拿个几百块钱，主要还是靠我的。所以呢，洪子倩的任务呢，在家里养病，在照顾两个小孩。偶尔是出去打工，那一天还是跟感冒一样的。当刚开始他感冒的时候，是咳嗽了3天，我就心里想，感冒嘛，就当感冒治吧，就买点感冒药、消炎药给他吃吃。结果吃了3天，没用。还是和当年的症状是一样的。是的。那复发的治疗的程序也跟过去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因为这次复发的是比较严重的。比上次还严重，在是高危中的高危，之前是标危的，都怪我自己啊，没照顾好孩子，因为我太疏忽了。如果我把他像大熊猫一样的照顾，如果我有这个条件的话，我会这样的。关键的问题是他感冒咳嗽没有引起我的警觉，一直到那时候导致他复发了。我知道，我刚才听爸爸一直在说哈，就是从2010年，子倩其实是被治愈的。回到家以后呢，没想到还有这两个小不点儿，还很小，完全是子倩在家里面带着妹妹成长的，所以爸爸觉得那几年那3年可能把你累着了，就复发了。我怪他，怪他没照顾好孩子。对，爸爸刚才说我应该像大熊猫一样的照顾我的女儿就好了，现在是什么情况呢？孩子的妈妈遇到这种情况，她的精神更的崩，真的崩溃了。他感觉跟我简直没法的，看不到未来了。后来我这个人因为孩子生病嘛，我脾气也不太好，经常说话也比较冲，对吧？所以他觉得跟我真的压力太大了，最终跟我选择了离婚。他为了我好，想带走一个孩子，可是我舍不得，他要这个孩子，他跟这个孩子比较好吧，他想把这个孩子带走。我说不行，这3个孩子就生我，就是我的性命，哪怕我要饭有一口饭我先捡他们吃，把他们带好。后来最终3个孩子跟了我。所以是今天这样一个状况，是爸爸带着3个孩子来到我们节目里了。子倩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？现在也挺好的，在用中药维持。各项指标呢现在怎么样？都挺正常的。现在已经正常了。这孩子挺好，我不该怪他的，就是，但是我这个人脾气真的很急躁，非常的暴躁。其实他很坚强，很坚强。刚开始发病的时候，那个做骨髓抽骨串啊，非常的频繁，1个星期做一次检查。正常都这样的，那个针呢，像锥子一样的，锥子那么粗的针，刺进骨头里面，正常大人都承受不了的痛苦。他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掉，
我问他，我说你怕吗？疼不疼吗？他不疼。我知道他是骗我的。有一次他夜里他喊不要不要不要，声音特别的大。我说宝宝怎么了？他说我做梦了，梦见医生拖着我去做骨穿抽骨髓。可见这个孩子还是非常的害怕的。孩子特别懂事，他就不当着你们的面叫苦叫疼，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不容易。是的。子倩今天是委托人是吧？嗯，今天肯定是要表达你的一个心愿的。想在这里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嗯，谢谢大家，嗯，让我在就是在医院的时候能够为我鼓励，为我加油，让我不会惧怕，谢谢。子倩很懂事。嗯，今天不是要感谢一个特别的人吗？她是我的燕子妈妈，她是小燕子志愿者协会的发起人。他会经常就是带着很多好心的人给我募捐，还会经常来我们家看我。我们把燕子妈妈请上场好不好？好的，来，掌声有请小燕子妈妈。来，坐在孩子们的身边啊。刚才听自己的故事都没掉眼泪，一看燕子妈妈眼泪就下来了。说说看宝贝。燕子妈妈就是经常回来看我，还会经常带着很多人来给我募捐。怎么认识燕子妈妈的？我呢是江都区高燕小燕子志愿者协会的发起人。今天很感谢大家。当我第一次跟洪子倩认识的时候，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。当时洪子倩爸爸发了一条信息，求助的信息。当时我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，作为一个母亲吧，应该去给他伸出援手。我自己呢也是一个癌症患者。不管怎么说，虽然我们的命运有点波折，有点相思，但是我们要热爱我们的生活。今天我们向幸福出发，要告诉所有的患癌症的人们，癌症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的心灵。在你的心灵当中，如果你面对你的生活，每天都开心，每天都快乐，在癌症面前你就是最幸福的。后来认识了子倩他们这一家人之后，您对子倩有个什么样的印象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姑娘？您觉得第一次到她家去的时候，当我把门打开的时候，她在拖地带两个妹妹。当时我就在想了，她的年龄和同龄的人真的是有波折。他眼睛大大的，一下子萌生了我就看到青青河边草的婉娟。我想这么可爱的活泼的可爱的小女孩，我们应该去多些关心她。应该说她还是蛮开朗的，蛮开心的，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孩子。会唱歌，会跳舞，还会照顾妹妹，真的是我们应该给她赞，给她鼓励，战胜病魔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气氛，有燕子妈妈上来之后应该转换一下。刚才燕子妈妈说了，说我们子倩啊又会唱歌又会跳舞，会带妹妹。我觉得现在妹妹应该跟姐姐给我们表演个节目好不好？你看一下子高兴了。太阳对我眨眼睛，鸟儿唱歌给我听，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。别问我从哪里来，也别问我到哪里去，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。哎呦，差点忘了，大王叫我来巡山，我把人间转一转，打起我的鼓，敲起我的锣，生活充满节奏感。大王叫我来巡山，抓个和尚做晚餐。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，不羡鸳鸯不羡仙。他人对我眨眼睛。这个动作是都姐姐教的吗？妹妹的动作都姐姐教的是吗？姐姐好不好？好。我觉得你很幸福爸爸。因为我再苦再累看到这三个宝贝，我很幸福。
对，还有我最大的幸福就认识了燕子姐姐。嗯，燕子姐姐非常阳光的，所以呢她说你要坚强，你是家里的男人，是支柱，你能倒下吗？你不能倒下，你是孩子负责心中的善了，他的天呢，所以说他你不能倒，所以他正常的鼓励我，他是个阳光的人，跟什么人在一起就是什么样的人。嗯，所以我现在觉得我是一个骄傲的父亲，没有什么可以打倒我的。七年了，我的眼泪已经流光了，所以我现在说了，从认识燕子姐姐以后，我说我不再流泪。为什么要流泪？只有面勇敢的去面对生活，你才能更坚强。给爸爸点赞，了不起。我最大的负担是什么负担？天塌下来我不怕，我就怕洪子倩。为什么？房子他有问题，他现在就是吃中药，一直保守治疗，一年大概六七万块钱的样子，气血也保存那个点。当然我不希望有用这个气血的一天，因为那个费用太高，也有风险，承担不起的。所以呢，我只有让洪子倩做一个有阳光的人，因为心情能改变自己的身体，心情好的人他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没错，现在我作为家里人唯一的男人，我带头让孩子们，让我的母亲，他们每个人都每天开开心心的。非常棒，我就感觉父亲现在像一棵大树，我隐隐约约的觉得你这个大树上面啊已经是挂满小果实了。谢谢谢谢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外面有像燕子妈妈这样的阳光，有你这样的培养，这个小果实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红。我觉得你会有一天，就像你刚才所说的，你会对全世界说你是一个骄傲的老爸，你也会成为最幸福的老爸。应该会的。多少人说洪总你现在很苦，将来等孩子们大了你会享福的。我们都相信这一点的。谢谢你，加油加油。谢谢，加油。谢谢。真好。不是，因为我作为一个志愿者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也想跟观众借这个镜头跟观众说一下，无论我们命运怎么样，我们要阳光对待命运。我是小燕子志愿者团队12年前发起的。我是一个残疾人，还是一个保洁员，我怕别人对我冷眼看待，我更不怕别人对我怎么样的说，但我做的是我应该做的。作为我们是一个中华儿女，作为我们是一个公民，我们应该守护我们公民应该做的事情。刚才佳明在台上说的，我们应该去搀还不去搀，帮还不去帮，我可以告诉观众们，应该去帮。每个人都离不开每个人的帮忙。我曾经在微博上说过一句话，在我们身边的人，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去帮助，需要去鼓励。在我团队里面，我用我的微薄之量去帮助了3个鲜活的生命，换骨髓、尿毒症，3个孩子在我眼前生活了，现在走上学校，现在又走上工作岗位，那是我看到最美好的希望。所以我想全民的市民们和广大观众们说一声，癌症不可怕，可怕的战胜我们的心魔，一定要努力面对我们的癌症，健康的成长，用幸福的微笑对待我们的人生。好，还有小惊喜吗？另外我还要送一幅画给我的燕子妈妈。哎呀，真懂事啊、哦！一个铅笔画了2颗心，还有一个小纸飞机，有小草，写的是感恩的心。这个画是什么意思啊？子倩说说。我画的是一颗感恩的心。嗯，我很感谢我的燕子妈妈能够这样的关心我、帮助我，同时我也希望我以后也可以像燕子妈妈一样做一个志愿者，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好，我们希望子倩永远健康，两个妹妹快乐的成长，然后子倩能够跟所有的孩子一样去拥有自己最美好的生活，加油好吗？好的。最后爱要大声唱出来，谁表演节目啊？我还是子倩啊。表演什么节目？我想唱一首父亲献给大家，就是我每次化疗之后身体都会非常的虚弱，爸爸就会把我背在他的肩膀上。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像燕子阿姨一样好的父母。
总是向你索取，却不肯说谢谢你。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，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。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惜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。一生要强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。时光时光爱要大声唱出来，向幸福出发。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婚庆黄金9999专家鸳鸯金楼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向幸福出发》。都说到了花甲之年的老人啊，都应该在家带带孩子，没事儿跳跳广场舞。今天我们要上场的这几位嘉宾呢，就是因为跳舞而结缘，而且因为跳舞又获得了崭新的生命。我们掌声鼓励。长的头发，黑黑的眼睛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个你。山上的格桑花开得好美丽，我要摘一朵亲手送给你。纯纯的笑容，傻傻的话语，暖在我的心头难忘记。头上的彩蝶呀，飞得好甜蜜，想要对你说，我已爱上你。亲爱的姑娘，我爱你，让我走进你的世界，和你在一起。亲爱的姑娘，我也愿意。歌儿轻的骏马化作白色的雨，我在青青的草原上追赶着爱情，忘不掉别离伤心的追忆。
的四川成都，我的名字叫戴大奇，今年快满64了。64，快满64了。同志，我是也是一位癌症患者，12年了。我今天带了两位搭档，一个是我们原来的，他叫王太良，现在这位搭档啊叫范明一。你好幸福哦，一下带两个。对啊，大叔，您带的这两位阿姨确定是搭档吗？确定是搭档。里面有没有是您的夫人？我的夫人现在在家里面，她照顾年迈的母亲，母亲已经90多岁了啊，她不能来到现场。阿姨心理素质挺好的。叔叔您活挺，您真的挺潇洒的。来，咱们坐着聊、刚才叔叔说了，这是您的第一位搭档，这是您的第二位搭档，得跟我们讲讲你们之间结缘的故事。原来的搭档啊，王太良啊，我们在一次朋友聚会的时候认识的，他知道我也是癌症患者，他就当时就鼓励我。他知道您也是，那说明嘉宾哥哥挺聪明的哈，一下子就猜出来了，我确实也是一个胃癌患者。哦，我今年患病已经20年了。您当时第一次见那个戴叔叔的时候，他很沮丧的。戴叔叔那时候被查出癌症之后，您当时的日子每天是怎么过的？确定我是癌症的时候，我感觉天都塌下来了，我深深辛苦了一次，我觉得没有意义了。当时我是2-3套房子，后面我就努力说把房子卖掉了。卖掉了就怎么玩就怎么玩，怎么开心就怎么开心吧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就是抱着这种态度。我最羡慕的是什么？观众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当时我在病床上躺在生病的时候，动了手术的时候，我最羡慕的是什么？观众朋友们，请你们回答我，你们猜得着吗？不羡慕你们有钞票，最羡慕你们有一个好身体，我最羡慕。因为我唱歌跳舞，我从小就喜欢，很喜欢，就重新燃起了我对这种唱歌跳舞这种热情啊，就到后来一口无法收拾了，就让这继续跳下去，越跳精神越好，越跳精神越开心。这样是王阿姨唤起您重新投入到您喜欢的歌舞当中的吗？对，所以她是您的第一个搭档。第一个搭档，今天我要感谢的也是先感谢第一个搭档，谢谢我的师姐。我有今天也是你给我带来这么多欢乐。您叫她师姐，那您都64了，那王阿姨今年67。哇，哎，后来您怎么又换了第二个搭档了呢？是这样子的，后面她老公出现了啊，她老公出现了，确实有一点或者醋意吧，是有点避免不倒的。我心里面有一点吃醋了，吃醋了。老公又提出来，我们一去学变脸吧，穿起变脸，这是一个台阶，去吧师姐。继续和我喊文哥嘛，我和文哥好好生把那个变脸求会，献给朋友们，献给天下的朋友们。我懂了，王阿姨的先生啊，翁叔叔，您觉得他是多少有点醋意，但是呢他又比较含蓄，说这个您都跳舞跳得这么好了，咱们是四川人，学点我们四川的绝活，对吧？而且是我们的骄傲，川剧变脸，对，等于用这样的一种很柔性的方式把我们分开，就把你们分开了。后面就认识了现在这位搭档，在一个团队，他也同样鼓励我，我们一起跳舞。原来我们都在一个艺术团嘛，后面呢我们看着就是集体舞啊，跳过去跳过来，没有双人舞啊这些，我们后头就花了一笔钱请专业老师教我们跳双人舞，练形体啊，什么都搞，就这样子的。我觉得您那双人舞还不是一般的双人舞啊，您这又是托举又是大跳啊，这个，而且我觉得您的第二位搭档这个舞蹈功底是很厉害的。我们经常在一起排练，经常在一起练习这种。那您先生还好吧？我先生很好，我先生很支持我跳舞，因为我曾经得过一次败血症，身体很不好，吃了很多药，最后身体发福了，
130多斤，你像我这个个子130多斤，就像滚子一样。哎呀，最后我觉得自己吧，人嘛都有一种爱美的心，我觉得这样出去别人都觉得哎呀，用那种眼神看着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心里很不是个滋味。所以啊，这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一个团队，就在那里跳舞。你跟戴大哥搭档多长时间了？我们可能有2-3年了吧。2-3年了，不应该只有2-3年，应该是3-4年了时间。哦，3-4年了。我还以为你记不着了。大家是大舞台，我有意这样说的。所以等等，就当时王阿姨这个翁叔叔的那个小插曲，就在您身上，您的家庭没有再发生了。他觉得一个人有自己的空间，如果你给他了空间，他不会有什么的。两个人之间就是一种信任。我觉得这种信任是最大的支持。而且我觉得人家翁叔叔肯定挺好的，不然的话您今天不可能带着王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，对吧？对。而且我觉得您今天是委托人，您一定是要达成一个心愿的嘛。我有什么心愿？今天我在现场主要是感谢师姐，还有我这位搭档，还有我在家的老母亲。我老母亲生了我们十二个子女，现在还有10个子女健在。看那台摄像机，对对，妈妈，妈妈，现在你的儿子，你的妻儿子在中央电视台的大舞台，向你问声妈妈，你辛苦了。妈妈，我其实有很多话要向你说，有很多爱要向你表达，但是，我今天站在这个中央的舞台，你看到我笑得这么灿烂，你就知道你儿子病已经全好了。你老人家放心，祝你老人家活到100岁，我们都来为你老人家祝寿。妈妈，你辛苦了。戴叔叔今天还有一个心愿的。还有一个心愿，就是感谢我的老婆。卖第一套房子他没有怨言，卖第二套房子他没有怨言，甚至卖第三套房子他一样的没有怨言，甚至是今天带了俩舞伴来央视，他也没有怨言。对，我的老婆她辛苦，她也是一位伟大的老婆，真的名副其实的。我永远爱我的老婆，和她一起走到老。但是我最遗憾的是，我跳舞啊从来没在老婆面前跳过舞，没有展示给她，唱歌都没有机会展示给他。为什么？我原来开了个小小的饭馆，我们全部是起早贪黑的这样子。我老婆啊没有时间，没有更多的时间，我每天都出去了的，就是在唱歌跳舞，就是排练啊锻炼啊，这些都没有怨言。他就在铺子上，一个小小的铺子上，明明的这样子干下去，每天都是这样子的。单独说两句。老婆，我现在在这里向你表示我的心情。我虽然说平常家我没有说过一句话，但是在这里我就觉得我应该把心扉敞开向你真正的坦白。坦白，爱你，我真的爱你，你辛苦了老婆。月亮，你要能理解四川的，四川男人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，对吧？没有，我是觉得他很周全。嗯，后院先不能起火。据说您还有第三个心愿，您要是第三个心愿今天不说，我觉得有点麻烦。您是不是已经忘了？我觉得有点忘了。我的朋友，我的忠实的朋友，好朋友温先生，我们王太太的老公。哦，把他都请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这翁叔叔也很年轻啊。大家先看看，颜色有时候代表一种信息啊，这俩黑和白这有点势不两立啊。从不添油加醋了，来请坐请坐。翁叔叔这气儿还没消呢，把我带到北京来就差点不请我登台了，节目就要结束了。但是我觉得翁叔叔很大度，因为都了解他的脾气秉性，是吧？原来我俩当兄弟了，支持他们唱歌跳舞。我只要他们这个身体好心情，有一段时间还是觉得他晚上跳暗了还没回来回家，心里还是有点
舒服。端起酒杯好像是醋。那就是我的心。端起酒杯好像是醋，里面装的好像是醋。所以说，我干脆我也走出来，同你们这个一块跳，一起啊跳啊唱啊，我们共同快乐。我觉得啊，咱们节目要讲公平，就是对不对？对。刚才一开场，是这个戴叔叔跟这个王阿姨搭档唱跳，现在您夫妻俩来一段怎么样？妈家乡的牧场，马兰花，马兰花，美丽芬芳，仰望着阳光，情悠悠的草原上。悠悠的马兰花，情悠悠的草原上，哎，蓝悠悠的马兰花。我宣布，戴叔叔一个人带两个舞伴的时代正式结束。现在啊，请您坐到您的舞伴那边去。我宣布，新的两对舞伴正式诞生。你们俩都很棒，而且悄悄说，还真不输给他。而且哈，翁叔，您知道吗？王阿姨跟您搭档的时候，那个小眼神望着您，确实您得把他留在您身边，不能跟别人搭档，就跟您搭档吧。这俩人配合太好了，那感觉也特好，是吧？对。要是戴叔叔以后还是要有机会，比如做一些节目让王阿姨去，您还让他们搭档吗？不让，那是让大家快乐。真好。其实我觉得呀，可以下次排个节目。您别老一个人，您带人翁叔叔一块儿。我给你讲个小插曲，这戴叔叔是很有情趣的。刚才这两口子唱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佳明，要不要我上去跳来增加个小插曲？”我说：“你可别了。”很乐观。戴叔叔这性格真的太好了。其实你看，不管得什么样的病，真的都并不可怕，关键在于我们的内心。一定要阳光，要健康，要快乐。于亮老师，你说了这个地方，我一下想起了当时我生病的时候，我说了以后我绝对不打麻将了，因为我们四川人，特别是成都人啊，特别喜欢打那个麻将。我就在病人上我发了誓了，我不打麻将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了，打麻将知道对身体没有多大的好处。一个月出院以后，我在麻将部去买了一台全自动的麻将，拉到家里面去，没有体力，动了手术，这么大的手术没有体力啊。那个全自动的麻将就轻轻的就是。你明白他的意思吗？他在住院的时候发誓我要戒掉麻将，哦，然后出院以后呢，身体还虚，他就不能够再去搓了呀，那个累啊，马牌啊，他就咬咬牙买了一个自动麻将，就这样子打麻将混时间吧。再后来一次朋友聚会的时候，慢慢以后慢慢身体养好一点了，朋友聚会的时候这样子认识我们师姐王太良的，这样子把我带上，重新带上了，过到了舞台。但是我觉得您是一个不保险解散，我觉得您这样，您能，谢谢，您活100岁没问题。谢谢。祝全国的朋友们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，全家幸福。你看这嗓音儿真是，都能活上100岁，都能活上100岁，爱要大声唱出来，还要表演个节目。温哥唱什么歌？哎呦，讲吧。不错哟，这次让给翁叔叔了。对，对，因为温哥的歌比我唱得好，我就为大家唱一首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。好，这首歌献给现场的朋友，献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老年朋友们。祝你们生活幸福，
天天快乐。爱要大声唱出来，向幸福出发。爱要大声唱出来，向幸福出发。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下面马儿跑，渭东边儿相思荡，白鸟齐飞翔。的太阳，爱要大声唱出来，向幸福出发。爱要大声唱出来，向幸福出发。再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中间的每一位讲述的嘉宾，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动人的故事。每一个故事其实都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，也许生活给你带来了很多不幸，但是换一种态度，换一种方式，你会发现每天的太阳都会那么的灿烂和精彩。再次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，这里是向幸福出发，我们下次星期二晚不见不散喽。我从未停止行走，一路向前，步伐深远踏实，方能沿着初衷抵达高处。我一直热衷表达，但会说只能赢得掌声，会听才能唤起别人的心声。从佳明到佳明哥，绕着世界回到起点，蜕变的是阅历，不变的是真诚。我是李佳明，跟我一起向幸福出发。